好、哦，来讲天主。现在我们点起，咱来准备吼，来让予咱舒舒服服、顺利平安大吉利啊！有请高公法师。因为的开元来开光，开光准后面的中眼，天会光，这两嘴嘴，边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人，看一下人。我也去念佛号念，心经心咒随尊念。亲自来了是代表了。不和合愿，风风雨雨。太平安，树顶的龙，龙哥大佑，护法上仙，看我来，黄船，船长，船长点正中央，正中央，狮子头，黄字往正中央的，两颗眼睛呢，比较亮光的地方，水花大门有光光，很好玩。点左右边的八仙，来王力，八仙的将领。贵宾的宾，中华民国106年，今天11月28号，农历十月十八。来往船点后渡的相逢，来点红浪点。在过去凌晨2点，红船沙王船。啊，咱转过来先哦。这边还没走啊，那个皮用爱收起来啊。我告诉你先，要注意，这边老边领先的，家里爱把菜搞收起来。菜短皮红，菜短，六福菜改天选修，福菜也天选训练，八九是海神啊。所以王船要出去，要拜妈祖，要拜在天神寿。哦，船的名字啊。我准备叫一下，王串好啊，王爷在天巡送，王爷做了串，那是三花奉送，奉送，王串人机长，水道无障碍，你其他吼注意，开出诶副委手副委请点名，来开工点干吼。啊，无咱只贵宾，你若无点着诶，只贵宾你若无点着诶，请你前来接。咱这大路就王尊鸟，请一排来。哦，蔡玉辉议员，蔡玉辉议员咯，帮忙那个主持进行。在贵宾有上哪不得体了吗？贵宾，好来，再一排来，一排来，再来，一排。蔡玉辉议员哟，咱家开光典礼。下来。